果你们不能帮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要求出院。你现在回家，你不是去生孩子，你是要亲手杀了你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像他这种情况，坚持妊娠的话，他是拿生命在冒险。那主任的意思是，就让患者自生自灭呗？我认为生命不能这样衡量，一个人的生命和一群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。没错，我相信奇迹，但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就盲目乐观。